哇，夹了一个好大只。哇，义勇忠诚。哇，都画得很漂亮呢。画展这边过来还有图书区。大家好，我是想想，想想又在午餐时间来发影片了，来给大家加菜。好啦，开玩笑的，因为呢，影片里面有很多美食，然后呢，刚好在大家吃午餐的时候呢来看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增加食欲，会不会呢？在上个周末呢，想想的全家呢一起去将军官邸聚餐。这一次的聚餐呢，是从疫情以来我们全家第一次全部的人一起去外面聚餐。很开心这一次全家人终于一起出去吃大餐了。我们这一次去的地方呢是孙立人将军的官邸。这个官邸呢是在1907年新建的，那么在1947年到1955年的时候是作为孙立人将军的官邸。1955年之后呢，孙将军就迁居到台中的象山鹿宅邸，后来呢1956年又改成陆军军官俱乐部，作为陆军接待外宾宴客还有国军招待所之用，一直到1993年呢才有对外开放。在2004年的时候被登录为市定三级古迹，这样一栋有历史的建筑物，有故事的建筑物呢，想想很有幸呢去那边用餐并且参观。能在古迹里面吃饭感觉还是蛮特别的。一起来看一看想想吃了哪些美食吧，顺便呢带大家一起逛一逛将军府邸的内部景观。恐怖吗？今天在睡觉的时候醒了三次，但是都没有翻身。我为什么醒呢？我就听到被自己的呼噜声给吵醒了三次，就赶快揉一揉让它消掉。好啦，我要去梳洗一下，我要出门去了，11点就要出门了。这样子妈妈还怎么出去呀，宝贝？直接出去，不用怕。你看这全都是印子哎。今天大家族到孙立人将军官邸聚餐，巧遇一对新人在这边举行婚礼。哇哦，新郎真的长得好帅呀。哇哦，交换戒指，这么重要的时刻被我见证到了。现在换女生为她戴上戒指，把她套住。哈哈，新娘子也好漂亮哎。喂，你看这，哇，你知道他画的是什么吗？想想看像什么？用你的想象力想想看，你觉得他像什么？
像海水吗？不像。像蚂蚁吗？不像。那它像什么？马。哇，跟我想的一样，他画的就是马，可是那个字写的我看不太懂。大小的牙是不是都可以咬，宝贝？好吃吗？有点咸咸的哈。排骨什么味道？酸酸甜甜的吗？哇，夹了一个好大只了。焗烤虾，几颗星？几颗星啊？手肘抓住尾巴啊！对对，这样可以，可以把它挖出来。这个美奶这个气，对，很厉害，过年这一道给你准备，很简单，对，好喝，对不对？我不给你推荐。是枸杞，对，枸杞。你爸爸呀，我起鸡皮疙瘩了，因为新男新娘有着爸爸妈妈陪伴进场。好美的花啊！紧接着想要邀请我们的新人呢，共同给我们爸爸妈妈一个感谢的鞠躬。哇哦，好像一个画展。哎，宝贝，这都是学生画的哎。对呀，画得很漂亮哎。哇，义勇忠诚。哇，都画得很漂亮呢。画展这边过来还有图书区。哇，这边还有这种小包厢，有没有很好看？就几个人，六个人的，六到八个人应该可以啊、哦。小包厢，然后这边是下午茶甜点，在这边吃，还有图书可以看。来一个，对，新娘房。我宝贝问我有没有新娘房，因为今天的结婚新娘房在那边。我宝贝说有没有新娘房，他有办法去二楼吗？妈妈也不知道哎。然后我跟他说没有新娘房，新郎不用打扮得那么漂亮。官邸进去参观是免费的，可以免费进去参观。那如果有想在里面喝一喝下午茶放松一下的话，需不需要定位我也不知道，可以先打个电话去问问看。里面的环境还是很漂亮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收看哦，拜拜。